身上给他一剪，有一点花啊，头上有一块啊黑花。好，看到了吗？这个，白兔勾勒啊，我们再画一只兔子，再画一个形态的兔子。哎呦，你觉得那个小白兔头画的太大了啊？好了，下面大家看啊，又是一个兔子的造型，我们来看。这个小兔是这样画的。还是我们还是画那个，先画这个反面的耳朵。